易烊千玺生图被疯传，吴美颜下皮肤坑坑洼洼，粉丝差点以为看错了。对于易烊千玺的生图，该网友还特别强调精修跟真人不一样，而且还不止一次曝光了易烊千玺的生图，一时间这个生图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围观。而该网友也直言，自己的朋友在看到易烊千玺的生图色时候，作为粉丝都脱粉了，差点还以为自己看错了。仔细看易烊千玺的状态，确实跟旧金秋图不一样，大概是因为从小生活作息就不是很规律，所以现在才19岁的易烊千玺，黑眼圈已经超级明显，两人的皮肤也稍微显得特别的暗沉，加上嘴角处坑坑洼洼的几点，所以才会让该粉丝看了之后以为自己看错，最后导致脱粉。实话说，其实易烊千玺正在青春期，两人因为长痘痘留下来的几个坑洼都是很正常的，别说是易烊千玺了，生活中的我们也常常是如此，只是因为是艺人，所以易烊千玺的生图才被无限的放大。